快过来。叶秋，借我来接你，上车吧。我想坐船，崔师傅。牛屎，急性。老总啊，够钟截稿。系啊，板房等紧人噶。我哋可唔可以讲啲坚嘢啊？真料啊！啊，坚料啊！有冇？即系无聊啦！饮啦，仆街！饮得啦！Hold住！呢啲咪堅料咯，改版下期封面葉秋豬肉。葉秋被譽為九十年代最紅、最狠、最辣、最搭馬同埋最講義氣嘅古惑仔，但係佢走嘅唔單止係一條江湖路，亦都係一條不歸路。八年前，佢单人匹马去泰国，揾爱好博士嘅军火大王倾买卖，从此就改变佢一生。博士。我先生刚刚去世，是被仇家杀的。以后我就是博士。叶先生不会不愿意跟女人做生意吧？华特九九，德国制，轻便准确。波莱塔九二，美国制，要多少有多少。叶秋，卡昆呆。
และทำให้คนบาดเจ็บหลายคนตัดสินจำคุก8ปี这个是香港天香苑大厨做的菜，你最喜欢吃的，尝尝吧。他不是专门飞过来煮这餐饭啊？现在我的饮食集团已经有30多家店，泰国、法国、希腊、意大利，以后你想吃什么菜都可以。你想转型，唔再卖军火，系咪？除了几个可靠的买家之外，我不会跟其他人合作。这几年都是阿龙代表我在打理生意，外面的人没有人知道我是博士。叶秋，留下来帮我，可以吗？咩嘢时机？香港有你回去的理由吗？我想证实一啲嘢，你可唔可以借3000万美金俾我？一年之后我想回。3000万美金，你知吗？小弟，回去。哼，睇你细佬好似唔系好中意我。喜欢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3000万不够，到时候再通知我。Thank you。不用客气。马大壮，你睇我身娇肉贵噶嘛？你叫我去坐监，你真系叫我去死？我唔理使几多钱都好，你点都要帮我打甩佢啊！8300万，分22次入到你私人户口，有晒签名 ，ICAC 跟足你成年影晒相。快到尺几口，仲有6个证人。讲玩哪咋招呢？通行都知道你自耍家噶啦。Excuse me。喂，食饭未啊？嘈紧嘢啊！咁做嘢先啦。嘈紧啦。啊！呢单新闻咧真系有娱乐性，个被告话自己食咗成樽安眠药都唔死得。醒翻又乜都唔記得，咁都可以甩到身。參考一下，今日談話費18万8，我秘書要開翻張單俾你。Karen， 唔該。喂，埋位。嗱，聽日大仔去東莞嗰邊阿媽度住，冇我電話唔好翻嚟。佢翻嚟啦。你哋真系咁好朋友？唔系朋友，系兄弟。哼，阿仔，行啦。阿师，下摆个申报打息，加多2000万金俾你，好唔好？多谢老细，听日我唔嬲。吓？阿仔哥，阿 Sam 仲喺里面啊！阿仔哥，呢个是铺头嚟噶，我做紧生意，拆掂咪拆啦。咦？冇钱打咖啡啊？水翻机 delay 咗？你嚟我个场度等我，你放唔敢喐嚟啊？想开拖啊？好啊！你出晒，你趁我唔喺度，叫細狗去幫你散貨。
依家佢舐嘢俾差佬探咗，条数点计先？好易计啫，佢坐几多碌，咪等法官帮佢计咯。佢而家唔见咗批货，你去大佬应该近一半啦，系嘛？咁即系冇计倾啦。阿鬼，你翻返嚟啦！阿嫂，条仔都几好货，甜佢喺日本冇沟个假妹。你肚唔痛我？同你食啲嘢啊？唔阻你两公婆烟瘾啊！睇条数边个？做乜嘢啊？索下你有冇假妹味咯？同食嘢啊？行啦！出翻嚟啦，江叔。哈！食足半年美國牛扒，手瓜起曬錢喎。日日要 take course 啊，慘過 PT 喎。抌咗佢啦，啊！呢單嘢你點睇？寫到咁神，咪當武俠小説咁睇咯。話知佢係六皮蛇，上頭覺得好硬硬，決定成立 task force。你啱啱學完反恐翻嚟，就嚟打食。葉秋翻嚟一行差踏錯，就收佢皮。你快佬靚啲，出點錢你升得熱啲。係咪咁益我先？你八爺以前都打過張好牌俾我上，節奏到我甩曬毛啊！人手方面，自己揾人埋劈啦。你方佬準備好啊？喂，唔係啊，江叔，呢度自由發揮，你得嘅，得㗎啦。剩啊！等我行咗成個街都揾唔到，佢俾你買起曬啊！今日茶樓啊，個個都講，如果唔買本睇下，點樣搭飛啊？喂，做大咗啲喎，做大冇咩？我哋就好耐冇喂過啦。我哋食住個勢啦，拉大隊，冇龍冇獅就喺機場接機，衝大頭黑，衝大頭。佢啊，好耐冇嚟食飯啦喎，又攞個老爺 Benz 街口請啊！嗯，哥，今日美雅啊，我记得噶，记得。秋翻嚟咁大件事，我已经商量过噶啦。我谂秋都未翻嚟，人齐先讲啊！大家试下我啲大子 XO 酱炒噶。红哥，我上去先。有冇打乱种？招呼都冇个。好大冇性，人哋呢期红啊嘛，八字弊。阿秋当然都好红啦，唔知几好声气啊，系咪啊？仔平安，摆低，冇咗个鬼字嘅，摆低佢啊！小姐，翻嚟先。私室做咩又抄翻电单车啊？细狗濑嘢，我买咗架车，帮佢搵律师。争几多咪出声咯，唔好搞咁多嘢就系真嘅。日本嗰度我倾好债噶啦，泰国嗰个博士你做唔做啊？我哋做中间人，净系负责搵批货就得噶啦。呢街外钱唔系我哋搵噶，枪火始终会搞出人命，唔安乐啊！咁点啊？咩都唔做，坐喺度等，等咩啊？等叶秋翻嚟啊？
佢坐咗86啊，出到嚟腳都軟啦，仲識唔識過馬路啊？阿鬼，我都想你出位啊，但係而家未係時，我自己搞。叶秋呢张咧就系佢最新嘅相，我哋对佢认识咧加埋肯定唔够呢沓周刊多，大家拍档效熟佢啊！冰 Sir， 我唔系好明，你有咩唔明啊？基哥，中文识讲唔识睇啊？我唔明点解咧？叶秋都未翻嚟，你就假设佢一定会反事。如果叶秋咁嘅行差踏错嘅话咧，我哋呢个专案小组就要解散。到时候你一个二个咧就要笠晒落军装嗰度行 bit 啊、抄牌啊、动大闸咁啦吓。反黑嘅新概念咧就要先发制人。根据泰国监狱嘅资料，呢八年嚟咧，叶秋一直都守规矩，冇犯过任何事。而八年嚟咧，只有两个人探过叶秋，呢、這个就系佢以前好兄弟，叫戴志雄，外号就系大灰熊。每年中秋佢都会嚟探叶秋。而另外呢一个就有更加好嘅兄弟，叫冯志毅，外号阿痴。每年2月28日，亦即系叶秋嘅生日，佢都会捧住个生日蛋糕嚟帮叶秋庆祝。叶秋翻嚟香港之后，一定会揾佢哋两个。至于呢个咧，就系叶秋亲个亲生大佬嘅大佬，叫楚雄，亦都系佢哋字头嘅楚管。大家仲有咩意见又或者问题啊？明 Sir， 为人为己，可唔可以喺办公室嗰度唔好食烟啊？啲问题问得好，冇问题。山高路远，来这里烧香可真有心呐。这三炷香不是为了一个死囚的朋友，想他拜托我还他一个心愿。那你自己，你不烧香许个愿？如果烧香可以化作解惑，这个世界不会乱。天意是人心不可测呀。那么人可以做什么？助人如助己，还人心愿如还自己心愿。这些都是客死异乡的人留下的遗物，如果能交给他们的后人，以解死者的遗憾，就是积德积福。一生
呢幾個字啊？點解啊？葉秋收輯早份，擲定吉月吉日吉時回港。吉日吉時啊？即係幾時啊？鬼佬，呢啲中國嘢嚟㗎，講你都唔識㗎啦。明 Sir， 許兆麟翻咗嚟。哎，宗麟，真人靚過相機好多喎、啊。幾時有時間同我哋做個專訪，影輯靚相咁啊？好笑咩？邊度俾得起錢啊？嚇、啊！我使錢你又唔知啫。你再咁講完，我錄音噶啦喎。葉秋去到邊就影到邊，啲料肯定佢俾你噶啦，係嘛？咁大棚兄弟要影啊，影埋你喺屋企，半夜起身屙尿唔開燈冇洗手。撩完鼻拗一拗瞓低都仲得系嘛？咁系，喂！但系你帮叶秋做势，咁啊即系宣扬黑社会。我攞 call 一打，你当嘢真系收档噶咯？啊！如果我下期书封面鸡乸咁大嘅字写住警察破案，你话有冇人买咧？我仲快收档。Mark is king 啊 ，Sir。Shut up！大家都打工仔啊！嗱，警民合作，大家襟撈啲啊！我細細個都好想攞個好市民獎，過出馬路我實睇燈，你放心。喂，翻曬出嚟啊！勾手啲錢啦！嚇你唔使，勾咗手機。總之一個星期裏邊要裝修曬，冇問題啊。喂，鬼上身啊！咁你咪早啲走鬼啦。OK。唔該曬，明 Sir， 真州牌啱啱宣布許哲蘭突然辭職。冇思险见思，肯定俾叶秋收买啦。早知头先插佢翻嚟问料啦。我哋埋咗添八日，叶秋佢可能已经部署咗八年，仲分分钟唔止佢一个人报。明 Sir， 泰国 interval check 到，叶秋啱啱过海关出境，搭飞机翻香港。通知海关叶秋到一隻 call 我哋。Yes sir， 你全部人落闸，分三 P 人 on spot 及实啦。肯定是葉秋放風，冇理咁多。佢一出嚟，當住班記者面前搭佢翻去傾偈，落下佢面，等佢做頭條。收到。Yes sir， 葉秋用領事身份過關，佢行特別通道走啊。咩特別通道啊？即系邊度啊？一路停車場嗰邊。仲唔過去？
点啊，阿强？你见唔到个 C C 车牌咩？见唔见个枪？放低枪，车开车过嚟。Yes sir. O K。喂，叶秋先生系代表律师嘛？我哋想请阿叶生翻差馆协助调查一宗八年前涉嫌黑社会活动嘅案件。阿 Sir 过嚟倾几句。睇嚟阿 Sir 你都唔系好熟路。嗱，第一，你每个正式嘅拘捕令，我哋未必一定要跟你翻差馆。第二，叶秋先生而家系东哈群岛嘅荣誉领事，有领事嘅保护权。你想揾佢倾偈得，去外交部攞封信先啦。唔该你，起翻身。私私车是国家领土，你不可以侵犯。啊，大佐，嗱 ，OK， 而家纯粹个人身份，想同叶生倾两句啫。啊，啊，快少少。叶生好破费，翻嚟一转嘥咁多钱买个荣誉领事，啊！但系睇嚟呢个护身符唔保得你几耐。开车，唔好超速噃，如果唔系领事都要探下。差佬跟得幾緊啊！啱啦，免費保鏢，等我班牛鬼蛇神埋唔到身。哇 ，EQ 幾高？睇著以前個差佬噴到你一面皮臉，一腳伸去落海，多得你啫！寄咁多書俾我睇，睇到人都化曬。阿師傅，請人做嘢開閘啊！阿 Sir， 呢度係私人地方嚟㗎，如果冇牌面係入唔到嚟嘅喎。開閘先啦，喂！等我問下經理先啊。喂！喂，你做咩啊你？機！你唔得到嘅喂！喂！周哥，阿師咧喺裏面啊，入去先講。啊！全身 number， 加船主的资料。Yes sir。好啊。喂，算啦，迟早会埋案，埋案再跟过啦。唔锯啊？啊？打呢只去追。哇！你呢个秋字巴士呢一 tick。一零四唔同喎，你要瞓身搞一份與別不同嘅報紙，報真料啊嘛，痕咗好耐啦，講一句就係話絕子絕孫。嚟緊呢七日，每日換一張電話卡，咁班差佬就勾唔到我哋先。呢幾個都係近年嚟最 top 嘅才技高手，你想揾邊個埋位？揸數女人好啲。你真识拣呢件最棘手，仲有样嘢仲棘手啊！我想揾翻呢只手表嘅主人。K O K， 星哥定星哥啊，好少有啊。哦，呢个咪即系长河嗰个大 Masa 郭品天嗰个角 K O K 嘛？我查。咁好啦，正经嘅倾晒，而家做咩咧？揸去南丫岛食海鲜啦。嗯，去梁船湾钓墨鱼过瘾喎。不如游夜水啦，
澳门特骨呢？我想吃鸡粥啊。喂喂，哦妈，哦妈，老哎。将细狗本身护手，有律师帮我拣手续。就算细狗转做污点证人，都话 Sam， 阿 Sam 衰咗，细狗都未必有好日子过。揾架大飞送细狗上大陆，以保前途，好大镬噶喎！我同律师倾过啦，搏到减刑都要坐五六，坐五年啫嘛，我匿埋一世啊！比着我要坐监。我寧願死。分機唔等我搞就得噶啦。細狗，大佬，唔影啊！唔好阻住我啦！唔好影啊！細狗，細狗，細狗，好艱難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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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星斌，翻翻到，好，但記者剛有出曬埠啦，一個之內都唔會鋪頭。你老尾啊！幫只白狼狗埋單，嘥咗廿皮。車個貨未啊 ？check 啦，碌角咁。你哋啊，盡快幫我散曬批貨，俾翻契弟。然后每人交多廿万草俾我，廿万啊！咁要卖贵过人哋好多。上次细狗跌咗嗰批货，你有冇份咩啊？大佬咁易数啊？你嚟数啊！我一早 set 咗个 camera 喺个喇叭上边，五分钟后我出唔到呢个门口，条片就自动会 send 去毒品调查科。以后你跟我，以前交开几多数俾阿 Sam 交一半，上面批货你分咗佢咯，当见面礼。喂，志哥，我哋知唔做？叶秋翻咗嚟几日，一啲声气都冇。搞咩啊佢？佢翻出嚟之后冇蒲个头啦，我哋班伙计啊净系跟阿马学人，佢喺唔同码头上唔同嘅船，应该系出海见叶秋啩。叶秋有冇揾翻以前啲大佬叔父咁啊？见面就肯定冇，联络就唔知有冇啦，兜唔到佢线啊！我哋有三万伙计，咁都跟唔到条盖古惑仔。江叔，三万伙计俾晒我用先。好，就当你做一个呢场波，你点打？佢未翻嚟已经散到细咁行，又咁高调入境，肯定唔系翻嚟有前可啦。我谂佢哋应该报紧单大嘢，咁即系又要等啫。叶秋等咗八年，谷谷埋埋呢团火，肯定要射翻球世界波。咁你接唔接得住先？冇嘅，必要时打矛波都要噶啦，用手争衣劲过你用棍。阿秋翻咗咁耐，电话都冇过，唔好啱数啊！系咪有咩唔妥啊，红哥？你有冇睇报纸嘅咩？
阿秋而家做咗榮譽領事啊，飲紅酒住遊艇，又點會同佢坐得埋一齊啊？喂，有大茶飯食啊，係咪唔知自己有先？大茶米啊，有大茶米派啊！葉秋今日舉辦咗一個慈善派米活動，仲即場派發大利是，每封1000蚊，吸引咗好多長者喺現場輪候，大批長者陸續咁樣嚟緊。今次活動的贊助人葉秋不願意接受任何的訪問，他只是短短逗留了5分鐘的時間就很低調地離開了。葉秋真是好人，這些就真是闊佬了。主辦單位說今次的活動會去到3點鐘為止。1000元一個，1000個就成100粒，哪得你那麼多錢啊？他日派錢不如我們啊。你日派啊？你們輪買一份咯，都夠了年紀了，有錢拿來收領好過啦，派俾老鬼托啊！太太，呢个系我哋啱啱申请嚟嘅花王。哦，你叫咩名啊？我叫阿芝啊，太太。嗱，呢啲花咧要日日淋水噶，俾心机做啦。知道，太太。阿媽，你不是說去上海開會的？啱啱落機，專登嚟睇你噶。呢只白醉紅茶是我專登叫人睇石蘭帶翻嚟嘅。哦，呢只係你阿爸生前最中意嗰只啊！媽，咁多年啦，你仲放唔低？可惜你阿爸嘅屍骨到而家都揾唔到。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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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度咁曬，我哋翻入去啦。小姐今日咁晚嘅？系啊。一份名为《新世代》嘅免费日报喺冇任何宣传之下，今日突然出版。呢份标榜全面求真嘅免费报纸，系由前新周刊嘅总编辑许志良做出版人。但据有关消息透露，幕后嘅真正大老板就系传奇人物叶秋。礼拜日你生日啦噃，所以有咩生日礼物啊？潘医生啊，骨髓移植嗰度仲未有消息啊？仲未揾个合适嘅捐赠者。我有个朋友咧，想成立一个儿童癌症基金，话咗去帮到你哋嘅。真系？李小姐，我哋潘医生嘅朋友嚟嘅，呢位系。叶生咁中意出风头，马大壮又咁出位，仲使乜介绍啊？咁就好啦，大家不如开门见山讲。其实我哋唔单止想成立儿童癌病基金，我哋仲好想你加入叶生嘅新公司。我离开财经界好耐噶啦，而家只不过系好普通嘅女人。李小姐系 KCB 银行投资部嘅总监，连续3年成为全亚洲最 top 嘅基金经理。不过好不幸，喺2年前你发现你个仔患咗血癌，所以你就辞咗职，全心全意咁照顾佢。呢系我嘅私隐嚟嘅，你冇权查我噶。李小姐。我可以应承你，你帮我哋新公司做 CEO， 无论将来赚到几多钱，我会将一半拨到儿童癌病基金。其实咁做咧，就唔单止可以帮到更加多嘅癌病儿童，话唔定有适合嘅骨髓可以帮到你个仔。叶秋日日都神出鬼没，一时去探老人院，一时又探啲智障儿童或者伤残人士。佢出席活动每次都唔够半个钟。次次記者都影到相，但我哋收到消息趕到去咧，佢一定走咗嘅。佢擺明一方面爭取曝光，一方面收買人心。啊，總之而家師奶都讚佢好人，古惑真係當佢神啦，唉。明 Sir， 葉秋啱啱宣布免費招待所有綜援家庭嘅細路仔咧，呢、這個禮拜日去老鼠樂園嗰度玩，入場交通膳食所有佢包曬喎。哼，咪連啲細路仔都封佢做偶像啦。佢玩轉型，我哋玩變陣咯。掹唔到佢嘅人，咁租嚟數佢馬腳。近日作風高調嘅神秘富豪葉秋，佢又有出位嘅行動。
佢今日接待近2000名嘅中门家庭儿童，免费畅游老鼠乐园一日。估计今次名为梦想实现嘅慈善活动，包括交通费成近100万。嚟到玩嘅青少年同埋儿童，异口同声多谢叶秋帮佢哋一上心愿。精神 ，Target 出咗门口。啊，做嘢啦！交通及榴莲后到冤啦，梗系啦，熬咗两日。你哋呢度系咪留煤气啊？你煤气喺边度啊？喺里边啦。带出去啊！似包中嘅喎 ，Ming Sir， 你真系掂啊！摆啲爽身品先啦。Yes Sir。你坐阵先啦。唔得啊，真系好臭啊！我要打电话俾阿 Sir。Ming Sir， 个工人要 call 老细喎，我哋点啊？擘大晒次了，收埋电话 number。Sir, something wrong. Very bad smell in the house. I'm coming back. Parker, go home. Ming Sir, 我哋呢边犯罪啊。Ming Sir, 有得未啊？喂，仲摆落车尾箱，掉咗佢啦。走得未啊 ？Ming Sir， 黑住翻紧嚟啊！佢翻紧嚟啦 ，Ming Sir 入门口啦。Ming Sir， 我错啦。Ming Sir 走得啦。Ming Sir， 应下我啊，你喺边啊？大咗咁啱嘅，喺度住噶？你做咩入我间屋啊？哇！你间屋俾人爆格喎，要报警喎。喂，安得未警察啊？喂，但系今日我哋放假啊嘛。啱啊，对唔住啦，我哋今日放假。喂，唔好意思啊，帮你唔到啊，三条狗啊，吓、啊。呢、这个就是噩梦，实唔实现到就要靠你揾基金帮我哋上市。我可以帮你，不过其他同业务无关嘅事，我唔会掂。得。经掂啦，食蛋糕。你只古董表真系各品天爸爸各一军啊，各老太都有一只同款嘅女装表。嗯。咁郭一官点死噶？40年前佢喺柬埔寨做肉食生意嘅时候失咗踪，波斯哥一直都未揾得翻，郭老太亦都一直耿耿于怀。大富翁，有冇兴趣去旅行啊？嗯，柬埔寨啊！14 years ago, there was flood here. All villages and the passers-by died.The dead bodies were burned and buried overnight. Chobrat! Chobrat! Here's the graveyard. Oh. Lian Zhang Gong. Yeah, the
The one you're looking for is probably here. 嗰人嚟起骨啦，全部打包送去化验所化验。Are you serious? Yes.狗唔搭白嘅，入多字头摸翻转头噶啦，呢个大噶，一阵间真系要闹醒下佢啦。三六钟，我约咗人，坐低，等多阵啊。要再早行啦，话秋啊，三九唔识七噶啦，未到嗰阵啊，大家倾偈嘅。要倾嘅佢都噏晒啦，勉强嚟做咩啫？喂，嚟啦！喂，咁真系船面就系啊！你摆咗人喺叶秋身边，喂，阿成啊！开架车嚟西贡码头接我。点啊？使唔使打发佢哋走？唔使啦，迟早都要见嘅。明 Sir， 啱啱勾到马学仁条电话线，佢嗌司机去西贡媒体会接佢。有冇同事 follow 啊？有，喺附近睇紧。阿秋话净系想见你咋？喂，咁系咩意思啊？洪秋明话咩意思噶啦？嚟，我走先。似乎你都唔系几好枕。坤哥啊，再坐下阵先啦。仲坐？坐到屎忽生疮。上阵先讲，冇啦，几廿岁，挥手云船落添。其实如果你要嚟见我，你打俾学人咪得咯，唔使兜咁大个圈，你会吹风啊嘛。我行多两步路咧，都系想同你嚟交代翻啲手尾嘅啫。嗱，呢度有封银行存折，三个的士牌，一个 van 仔牌，啊，啲所有咁多年嘅收入咧，打晒簿仔度噶啦，你 check 一 check 佢，以后自己。我管翻噶啦，佢好关心我，但系点解八年嚟嘅？你有冇睇过我？点解咧？你今日嚟，你向我交代定向啲叔父交代？臭，你谂得太多啦，你仲谂错晒添。本来你翻嚟叫我声大佬，我可以俾个位你坐。哦，原来你一直以为你自己冇做错。当年我都劝你唔好，你再讲意思好嘛？我当我谂错，但我唔想再行错。啱嘅，系正系邪条路都系由自己拣嘅。听讲呢八年嚟，你睇好多书喎。呢两本书送俾你，得闲睇下书。西船怕风浪，大船难转弯。秋，你保重。你都保重，大佬。又话做中间人，好大消息嘅。我已经联络紧其他货主。Doctor has the best stuff。博士同叶秋是好朋友，而你同叶秋都算是同门兄弟，有冇计倾啊？我需要多啲时间。
One month, no more delay.警察，停喺度啦！阿 Sir 有嘢要问你，我冇嘢要答你哋喎。阿 Sam 同你条靓细狗先后俾人怼冧咗，关唔关你事啊？你查你翻去慢慢倾啦。你想要知啲咩啊？今日同叶菜码头见面，倾啲咩啊？呢啲唔关你事，你咁叻，你自己问叶秋啦。喂咩啊？喂，真抵晒，唔想走？阿鬼，想走啊？诶，冇冇，唔会啫，唔会，唔会啫。阿鬼，我系冲你回靓茶俾几位阿 Sir。个花茶啱唔啱啊？下火喎，好，红哥啊，高记宋国明，哇，宋长嘅大名我听过，呢排你啲伙计个铺就出出入入出出咁转，就系未见过你，系咁啦，过门都系客，入铺头坐低慢慢倾下啦，好啦，今时唔同往日。俾人影到相，快有排解先啊！你介意，我都唔勉強。係啦，洪哥啊，咁喺碼頭有啲咩收穫啊？今日唔啱風，浪又大，食白果。唔係喎，洪哥，明明睇住你埋曬位，冇理由冇收穫嘅。我唔獨食啊！嗱，石斑就冇啦，係咁已整條石狗公嚟，俾我加個差。宋 Sir， 你哋当差有压力，我哋啲小市民都有压力噶，要解决压力，共同努力咯。啱嘅，啱嘅，洪哥。等啦。喂，未解决，冇字喎，过路噶咋？同叶秋倾成点啊？佢都系过路嘅啫，咁即系冇计倾啦。咁我送佢一程咯。好似大玉啲，有冇洗过码噶？呢一款有嘅，你要唔要一件咧？我帮你攞，我帮我试埋。以神秘富豪叶秋为首嘅海天企业，今日举行招股上市嘅发布会。我哋集团跟住落嚟嘅一连串计划。包括开办教育机构、退休计划、连锁护老院。市场人士反应相当热烈，上市成功之后，叶秋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慈善大亨。我三年前送到呢度，都系 Ming Sir 生日喎。系咯，头先送花个女仔话俾 Ming Sir 噶，我帮佢拎上嚟噶咋。Ming Sir， 生日快乐！咩生日快乐啊？你咯，有人送个花篮上嚟祝你生日快乐喎。黐线，我圣诞节生日嘅，花篮啫，嗰度。新聞界的朋友，大家知道今天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而
有人冒我名義送咗個炸彈去警署，我想同教我嘅人講，如果係針對我嘅話，直接揾我，唔好傷及無辜。我代表葉秋先生宣布，葉生決定以個人名義懸紅10,000出樓真空，自己出花紅捉自己，即係失足唔到啦。我要再三強調，葉秋先生同呢件案件完全無關，亦都願意協助警方打擊罪案。多謝各位。使唔使問律政司申請手令揾葉秋翻嚟問話？傻噶嘛，叫佢翻嚟差館威多次，攞多次彩，出多次鏡啊！商界名人葉秋如同10,000通緝放炸彈嘅真空，破咗本港開埠以嚟懸紅賞金最高嘅紀錄。警方對葉秋以巨額懸紅一事不予置評。但根據警方有關人士透露，自從袁紅聲明發表咗之後，熱線電話響過不停。警方綜合各方提供嘅消息，發出咗一張炸彈疑犯嘅平圖。喂，我買宵夜啊！基金经理告我临时缩沙，因为放炸弹件事。我想上市嘅事要暂时 hold 住先。喂，安老院嘅业主反价要多500,000。小比，2,000变2,500，退缩计唔掂。俾一先啦。OK， 我知点做。刘生，睇下份新合约有冇问题。嗯？其实你喺 Vancouver 间屋都升咗唔少啦，一家人齐齐整整、健健康康，都好难得。不如咁咧，收顺啲，1,800,000 ，OK？阿总，唔好讲咁多，听日5:00之前咧，我过数俾你系咁啦。呢个时候大风大浪，你仲睇到书？我睇嘢唔够你睇得咁通啊嘛，睇下书逃避下咯。有啲钱用得7,700,000，如果仲搞唔到上市嘅话，点收科？你不敌天，要做嘅我哋就做晒啦。睇下个天啦，你睇天，我睇书啦。点啊，大风？喂，秋哥，掂晒，化验报告出咗嚟啦，我哋揾到郭一军啊！你等我啊！吓，一军嘅手表啊，真系你爸爸嘅手表啊！当年我哋结婚。系一对嚟噶，郭老太啊，我哋柬埔寨揾到郭老先生嘅骸骨，仲有呢一份就系英国皇家医学院嘅化验报告，同郭生你嘅 DNA 完全。郭品天从来唔争嘢噶，你开个价，我唔系为咗钱噶，我只系希望你俾个机会我同你合作。我不嬲都净系做正行生意噶，你冇理由唔知噶。所以我想喺你身上学嘢，
我哋嘅辦事能力你都睇過啦，絕對唔會令你失望。誒，做花王辛唔辛苦啊？唉，易過你執骨。好，聽日上我公司傾。多謝郭生。伟哥咧，过嚟啦。唔知佢佢做咩啊？成日闩埋房门，一阵间又唔知喷咩头盔，跟住唔知烧啲咩，成日发我脾气，成个人都变晒啊！佢张 Sir 收到风，炸弹冷气师可能同鬼仔有关。啲料有几坚啊？自己人料，真系太夹三年。好，交俾我 follow。方 Sir， 炸弹冷气师张 Sir 接波。Thank you, sir. 我發住你先。江叔，炸彈聽日擺明針對葉秋，最緊要破案，邊個人做得一樣咧？喂 ，Thank you, sir. 葉秋啱啱坐咗直升機過門。得啦。葉秋啱坐直升機過咗澳門，不過佢跟唔到，想通知澳門警方揾人看住佢啦。你仲好意思犯人咧？葉秋喺香港，你哋成天人日日跟住佢都冇料到。而家佢喺澳門，你就當正佢會殺人放火，咩邏輯？係咧，江叔啊，今晚中秋，早啲放班放幾翻去過節，自己早啲唞下。打波先嚟落雨，真係病沒。丁 Sir， 嗱，得翻佢做節啦。我老豆系大佬，阿妈系英国。喂，不如我哋而家去澳门啦，顺便搞掂埋叶秋。咪烧亲个脑啊！恶还恶，你唔上心嘅。喂，我哋要佢，佢落翻嚟啦。用另一个角度对付叶秋。你睇住跌死你啊！要再齐先啲，再冒险啲，冒险咩？不要冒足警察。点样啊？系咪觉得澳门变咗好多咧？靠赌博娱乐嚟成功，算唔算真系成功咧？我知道你唔想新公司做埋澳门赌场生意啊嘛，但系唔做咧，公司好难上市噶。Las Vegas 班鬼佬完全冇问题，听日就会去香港上我哋公司签约。今次真系好彩有郭生做我哋嘅保荐人。你大哥睇翻嚟嗰只表，真系帮到你过呢关啊！还人心愿，如还己心愿。唔该，等埋。唔该。小姐，你上几多楼啊？十二楼啊，唔该。喂，个客话唔要埋人做按摩啊！我听唔清楚，你大声啲啊！个客话唔要埋人做按摩啊！你唔使上房啦，走啦！诶，先生，要唔要按摩啊？正宗嘅盲人按摩，冇嘢搞噶。淨係按摩啫，唔使諗得咁複雜嘅。中秋節快樂。先生，點稱呼啊？我姓葉，你呢？我姓樂，快樂嘅樂。
叫我阿伟得噶啦。你随便喺电梯度兜生意，你唔惊我坏人？好人都会做坏事，坏人都会做好事，冇绝对嘅。你可以大力啲嘅，你唔使就住我呢把痕，嗰啲伤口埋咗好耐噶啦。中秋节都会嚟澳门做嘢啊？不过唔知自己做紧好事，你做紧坏事。其实做咩事都好，都唔使分得咁清楚嘅。眯埋双眼，都分唔到黑同白啦。唔好意思。喂，边仔呕啊？唉，咁我听日带佢睇医生啦。姨婆，你都早啲瞓啦，我做完嘢就翻嚟噶啦。呢张系我嘅卡片，你下次嚟澳门可以再揾我啊。系我自己整噶，我唔系个个客都俾噶，净系俾好人嘅啫。拜拜。我送你好唔好啊？唔使啦，直行二十步搭 lift 啊嘛，我记得噶啦。起身啦，平安姐，起身啦，鬼哥嚟接你啊！做乜叫我起身？我叫你 call 的士啊！咩叫 call 的士啊？你走咗未啊？我唔会跟你翻去噶，你瞓街。行啦！唔行，你放手。又系你叫我走嘅，你叫我走噶。我对你咁好，你咁样对我？醒了嘛，爬。哎呀，条锁匙呢？行出嚟啊你。你啊。我哋食日本拉面啦。我去饮茶。哦。撞朋友专打呢啲 case， 我可以介绍俾你。鬼仔唔识世界，玩大咗啫。就算佢点唔啱，都系自己人啦。如果你呢边当事人肯出手，有事都变冇事啦。咁我哋帮佢甩到身，系咪可以悭翻一千万花红，俾警方个善人费先？钱紧事少，放虎归山时代。诶，志哥。有冇意见啊？出句声啦！我瞓咗，你唔好嘈醒我啦。我哋五个咧，加龙哥出生，而家当还翻俾佢。帮鬼仔，有条件。你要我信你，咁你善我咁点啊？打输咗咁点啊？你一句对唔住就行出去，我净喺呢度挨。系啊，好戆居噶。我打赢你出翻去又放多几个炸弹，我打输又冇面。从案发当日咧，喺大厦大堂嘅闭路电视就应该你出入嘅时间、服饰同埋头盔，
同花店女職員嘅口供完全吻合。警方仲喺你屋企嗰度搜到有炸藥，夠曬料坐你嘅。正常嚟講咧，我會叫你認罪，向法官求。唔使講，唔正常係點？總之我幫你打甩咗之後，你要離開香港三年，去英國讀書。讀書？你傻噶？葉秋就係教你同我講啲咁嘅嘢啊！同哥入咗頭啦，諗清楚 call 我。冰 Sir， 認唔到啊？咩啊？花店個女仔認唔到鬼仔，佢好得保釋啊！好大壮，佢咁算唔算系恐吓紧我啊？讲咩啊？阿生 Sir， 啲伙计咁冇礼貌，准备收律师信。出花红揾真凶又系你哋，拉到人又系你帮佢甩身，俾你玩晒啦，系嘛？但我冇犯规喎，上次两个入我间屋，我冇嘈过，一人一铺，打我。鬼仔，今次你好彩甩到身，但系无牌藏有炸药呢单罪，我哋有晒证据，入硬你噶。若果个炸弹系我做，我仲唔落足料，炸死你班扑街！走啦，半堂翻，记得 call 我，等我执你两剂。我实揾你咯，你先好。行啦，行嘅，马生。唔关我事噶，系啊，叶生突然间叫我上嚟，我冇收张支票啊。俾张支票我啦，我帮你俾刘生。700万，你俾足2500万。我话咗要俾就要俾。而家系佢反口要多500万啊！臭啊！其实市价咧就系1800万。我哋冇委屈过佢噶啦，对呢啲仆街咧唔需要做好人。我唔理佢系边个，我初八年间翻嚟系想话俾大家听，我唔再系黑社会。臭啊！咖啡始终都系咖啡，无论你落几多糖，加几多奶，一杯咖啡始终系一杯咖啡，点解自己呃自己？我由头嚟过，臭！你唔得，你能唔得先？如果唔得，我哋做兄弟，但唔系 partner。我哋之间距离唔止1800万。秋，秋哥，坤哥同班叔父嚟咗，你睇下你啲景啊，啲租啊，肯定贵到扑晒街。秋，仲秋，叶生啊嘛。开过咩事啊？我哋都考虑得好清楚噶啦。嗱，呢啲咧就我哋身家性命财产，以后咧就交俾你打息。我睇好你噶，你中意点投资就点投资，最好啊赚翻几个开。洪哥，你知唔知？喂，食啦，五句啊，唔信啊，都冇脑嘅你。整條土炮去差館度，你乸屎上神！你唔妥邊個，你就諗邊個。江湖事，江湖了嘛。你想我諗葉秋，你咪出聲咯。今日阿坤同班叔父上我葉秋公司啊嘛，我知道。我16岁喺澳门街捞泊车，你次次嚟食天狗翅都会如我份。阿妈临死前叫我跟你去香港揾食，喺厨房度捞执马。有一晚我行床，听到你喺楼下度喊，
原來葉秋喺泰國度賴嘢。我到依家都唔明白，你做咗幾廿年大佬，到底你想啲僆好啊，抑或想佢哋死啊？上市公司幕后大老板，点会你乜波地噶？你警方唔够人手咩？宋 Sir 连狗仔都捞埋，一蚊伙计憎人富贵，唔觉意炒埋叶三部靓车度啊！法子嚟嘅啫，你警队话有制服啫，我哋冇嘅。以呢间上市公司今日收市嚟计，身家都过三亿啩，仲冇开香槟庆祝啊？仲以为我做咁多嘢为咗钱？你唔相信呢个世界有好人？我信，不过冇用啊！大家落得场，梗要分赢输嘅。咁上半场你轻我一球啫，仲有得追嘅，点解帮鬼仔甩身？佢行紧我哋球路。我细个就喺呢个球场去踢波。踢踢下就俾人踢入去。兜咗个大圈，行咗多冤枉路，先发觉原来做人唔系永远都系得一条路。哇！唉，咁有教育意義，使唔使我同佢 mark 低佢，第時出本回憶錄啊？你放心啦，下半場我未必會落場。咁咪即係輸緊？你輸得起？喂，請保安主任記得 call 我啊！葉生，就嚟天黑了，使唔使埋岸啊？去澳門。好。鬼仔哥，葉秋而家去緊澳門。知啦。鬼哥，坐。好彩你冇事啊！我哋成班兄弟都好擔心你。我尋日仲幫你黃大仙路求籤，佢話你一定會逢凶化吉咯。咁你支籤又幾靚喎？好在馬大壯提醒我，咁好啦，你上過我屋企，依家連我藏有炸藥條罪都甩埋。同我斬開佢十八碌，掟去警察總部門口。鬼哥，可唔可以俾我打個電話翻屋企啊？搭完地铁，跟住再转小巴，转咗两次的士，
应该冇人跟到你噶啦。个 passport 咧？我丢出嚟啊！冇等我，揾个好男人。你讲咩啫你？你黐线解到我系咩啊？你同你一齐咁耐，你唔打算咪算咯？今日你咁样做咩啫？你话冇出嚟唔得咩？我走啊走啊，你走啊你走啊，我翻嚟啊你！你冇你翻嚟揾到我，唔使见到你啊！黐线噶你！前面就到我家了。B 仔，唔好吠啦，呢个系我好朋友啊。原来佢就系 B 仔啊。系啊，你听日一早就要翻香港啦。系啊。几时会再嚟啊？我都唔知。呢条手链送俾你啊。多谢你送我翻嚟，都系你自己整啊。嗯。喂 ，Charles， 系俾人鬼仔收咗张佢拎咗俾人哋啦。包裹入边，我翻嚟先讲。我啲事要走先，我自己上去得啦，拜拜。凌晨时分嘅碎尸案嘅案发现场，亦都系警察总部嘅正门，啱啱已经解封咗。警方将案件暂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而死者嘅身份以及行凶者嘅动机仍然有待调查。贤仔系咪我哋自己人？警方再三强调，任何挑衅警方嘅行为都系唔可以容忍嘅。今晚全港救新界大反黑，全世界 stand by 啊！严生，啱啱又嚟送呢个袋俾你，冇咩事，我翻去先。叶秋讲两句啊！叶生，我冇事，你唔使担心我。喂，个盲妹都几索啊！拍条 A V 挤上网，一个朋友都好啊！我谂你搞错啦，佢只系我普通朋友啫。普通极都系朋友啊！咁你想点？我想你介绍你好朋友我识。我有一單大生意要同博士傾，你聽日兩點前去到曼谷，我會打翻呢個電話揾你。你唔嚟都得嘅，我總有辦法會令到你嚟。咩事啊？葉生話聽日要去泰國，唔知翻唔翻到嚟，所以大家開會講清楚佢。冇嘥時間，盲妹應該仲喺澳門，大富豪即刻過去。盲妹？邊個盲妹啊？是秋哥的朋友被鬼仔捉了。條盲妹會不會是鬼仔的人，個個各嚟各理啊？冇可能。咪住，呢啲是你哋江湖的事，不關我事。我好像不應該坐喺度同你哋。如果秋今次回不到嚟的話，我哋咁多年的心血，呢間公司都會冧，咁關唔關你事？無論我喺唔喺度都好，你應該做翻自己要做嘅嘢。一間上市公司唔係睇一個人嘅。是看公司的业绩。好了，今天鬼仔夹走了盲妹，我不去。那明天呢，要夹走你老婆，那怎么办呢？后日夹走了你的仔，那我去不去呢？我不去鬼仔不会收货，是我放错了他，所以我真手搞掂他。我反对。大家投票。投什么票啫？以前做那么多衰嘢坏事我们都没怕过，现在做好事去救人。点解谂咁多啫？我
贊成你去。要去就一定不可以俾鬼仔翻到嚟。好啦，外澳門。咁投完票啦，我翻澳門做嘢先啊。有快菜通知我啦。以防萬一，我準備你啲文件等你臨走時簽。你仲以为我仲都要为咗钱？你唔相信呢个世界有好人？我而家去紧机场，下昼两点前嚟到 Caution 路 Sunset Bar， 记得啊，一个人嚟好啦，准时啊，我会准时到。喂，我讲粗话啦，你同我齐啊！喂，等阵唔好粗话，班差你喺度玩咩啊？镇定啲，唔好同佢哋撑。我唔想佢哋阻住我。叶秋先生，而家警方怀疑你同一宗凶杀案有关。叶生系有领事保护权，守住你。我哋喺你游艇上边揾到杀死张伟卓嘅凶器，今次唔系协助调查，系正式拘捕。跟住翻去。是不是医院打来啊？阿基要怎样啊？冰Sir，
阿芝佢点啊？颈椎骨移咗位，可能会变植物人。我同你都系俾人摆上台，放咗我，放你出去害人啊！张伟祥系边个？我根本上人知，我点解蠢咩？将啲空气摆我自己嘅船嗰度啊？而家有晒证据啊！你知唔知啊？你叫我点信你啊？你从来都冇，有资料你当黑社会，你冇俾我机会喎，系冇啊！要开枪，删咗部 cam 先。都系黑，熄咗眼等睇下边个黑边个白。你翻嚟香港做咩啊？你留喺泰国自动消失仲好啦，唔好翻嚟害人啊嘛！我听你嘅电话，呢个电话系条人命，仲关心其他人嘅命。打电话，本部银行，二楼。Sorry, Cop, 阿彭平，同你两喺出嚟。喂，英爱，他仲喺讲。佢讲紧咩？搵个泰国翻嚟翻嚟啊！靠山，听巴萨千花，鬼仔落棚就叶秋，呢位就系跌档摊埋 Cop。慢明白下。Sir, 我手提里面有条女仔的短片，跟叶秋讲两句啊。叶生，我冇事，你唔使担心我。喂，郭明，东哈领事嚟咗，放咗叶秋啊。大公叔啊，化验报告啱啱出咗，叶秋游艇上边啲牛肉刀全部都系狗血嚟嘅啫，你收错料，拉错人啊！我信你，太迟。抄抄，过晒钟啦！你仲想嚟泰国？你同我已经睇下先啦。就做啊！要救就要救未出事。够钟啦，睇定部机啊！唔好啊，好啊！做嘢。
新石、七郎靠山、艇巴沙尖花、鬼仔、落红就叶秋，呢个就系呢个探案狗。叶秋头先打电话俾博士，佢应该约咗鬼仔喺 Bangkok 度见面。十分钟前，叶秋上咗飞机。你想点啊？我而家死咗伙计，仲有张伟卓条命，我冇理由仲留喺香港睇住三个人喺 Bangkok 度做大戏。叫泰国 Interpol 今日得咯。江 Sir， 你唔俾我都要去噶啦。我应承你，单 case 搞掂之后，我戒烟。十足你白嘢，执生啊 ！Thank you, sir。我啱到去深色吧。你系咪玩嘢啊？鸡乸咁大只字，系人都知道你约咗我啦。你估我想嘅咩？喺边啊？一个钟头后喺河边旧火车站，除咗博士之外，你唔好再话俾人知啊。从叶秋在机场入境开始，我的手下已经看着他了。他刚离开了深色吧，但鬼仔还没出现啊。宋先生，这是我自己的车 ，No smoking please。Sorry。กัปตันยี่ชิวมาถึงสถานีรถไฟเก่าริมแม่น้ำ只秋哥啊，博士差唔多到，我都到咗，去访埋佢先。你冇资格同我讲条件，江湖规矩，我不及家人，更何况盲妹。江咩湖规矩啊？你唔系改邪归正啦咩？哦，有数嘅时候就黑社会，冇数嘅时候就大佬都唔认。我知道，所以你拖我落水啊嘛。是不是玩大了呢？玩大玩小我都要玩下去，玩死你为止。既然你都不玩了，让路啊。博士未到，你不要开枪的。喂，等我介绍了你先，你真的慢慢杀死我都没事。博士，他是谁啊？等我来介绍啊。叶秋的背叛帮会死有余辜，我是来做生意的啫，大家都是求财啫。不过你不知道我同博士的关系有几深，你杀了我，佢放过你咩？你靠下，如果要抛你啊，我唔使如果冇命都嚟见你啦。我揾人为你咪得咯，你走得甩咩？你讲道理，我讲道义。你打电话找人放了盲妹送她回家，有人会接她。你跟博士经什么生意都好，我帮你拆掉。要再拖了三级。留下这个人去龙门那个。放了盲妹送她回家，楼下会有人来接她。你试一下出故话，我自己一枪冧你。你真的以为我为了盲妹而来？我为了你，你好像我以前帮我工作的事，为大佬搏命，为了靓死都撑，最紧狠同埋劲，最叻最巴闭是我，吹都是假的，话俾你听，到你老的时候，每嘢值得一提。
收爹啊你！你自己上晒岸，几亿身家讲埋晒啲风凉说话。伤我嚟之前，我将所有嘅钱捐咗慈善基金。急诊级，已变为停留级。诶，我咪喺度等什么？博士仲未到啊，等多阵点啊？要搵钱，唔系靠揸把枪，读多啲书，用阿老啲钱翻嚟搵你。你唔肯听我讲，你应该读三年书，翻嚟嘅天下咪你嘅咯。唔好再错落去啦，鬼仔！仲嚟一次翻转头，收手啦！你讲咁多嘢做咩啊？你咪想拖延时间啊？你到底有冇个博士？有同冇，答案都一样。博士冇同你倾生意。我最后问多你一次，你有冇约个博士？系咪博士？系。做咩仲落车？佢等我电话先落车。咁你仲打俾佢？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我都问你最后一次，心收手。啊！死差佬，够胆你开枪啊！埋我单啊！张伟昌系咪你杀噶？系啊，系我杀噶。开枪啊！你有牌手啊！我实走得甩噶，你见过噶啦。你今日唔开枪，你一定会后悔。到时我要你死得好惨，将你逐只手逐只脚买起，等你成世做废人。你等咩啊？开枪啊！仆街！开枪啊！
你开枪啊！你唔系第一个扑街同我讲埋晒咁嘅废话。泰国坐完监，再翻香港慢慢受啦。之后点啊？招车刚刚来了，把他送去医院急救。柴弟，你都过过埋啲咩？到底要请哪一个 ？ICU 请三卡。不错。Hong Kong police. Where's the patient? He died. What? He bled too much. Just die. Where's he? I mean, where's the body? His friend took it. Just left. Blanca.你边个系咪叶秋？打一句，我要亲眼睇过佢条尸。Open it! I said open it! 人都已经死了，又何必再咄咄逼人？叶秋已经走了一条死路，你应该放他一条生路吧。我可以向你保证，叶秋以后不会再出现。可谓文云修身。秋，陈峰啊！博士，再见。定留啊！啦，停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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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仆街，卡纸挂上，大红体，叶秋已死，快！阿秋唔会再翻嚟，阿秋死咗。病人嘅脑细胞已经死亡，佢而家只不过系靠仪器嚟维持生命。简单啲讲，佢一个瞓着咗。不会再醒的人。
啲書寄去泰國。啲古強專業文件睇過曬啦。你真係乜都唔愛話走就走啊？咁究竟你會去邊啊？去一個可以重新開始嘅地方。คุณใช้ปืนทำร้ายตำรวจ4คนได้รับบาดเจ็บมีความผิดพิพากษาให้จำคุก5ปีมีคนส่งหนังสือพวกนี้มาให้แก5ปีอ่ะจะมีเวลาเหลือเฟือ票都出埋啦，你嘅收入唔买，我点同人交代啫？又前后装修铺都卖晒啦，你当得少少，想上哥买层楼养老咪算咯。阿秋个月咗，鬼仔猫咁，你知啲乜嘢啊？我全部散晒噶啦。夹啦声啊！你攬住老闆過世啦！咪仔，咪仔，往周圍走啊！